很可惜咯、嗯。即係人哋教咗十二年，即係你冇，就算同學對學校對於個老師冇感情，係同學對於啲呢個老師一定係有感情噶嘛。同埋佢教咗咁多年，佢教得唔係差，咁少一個人才咯。如果你將榮光你當成普通嘅歌，你唔會覺得佢係政治性宣傳咯。即係如果佢話呢個係政治宣傳嘅話，咁本身你諗你本身你已經政治化咗咯。